啊，怎么了？怎么？接下来就有请韩庚队长和他的态度大师战队带来舞蹈《奔腾》。这是小时候学的舞蹈，在学校里边就一直刻在骨子里边了。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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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难了，好久不跳了。怎么了？喘喘喘喘喘！哎呀，不容易啊！啊？咋了？Ha ha ha ha!